公视艺文大道制播五年多以来，主持人鲜少走出摄影棚，实地探访艺术家的创作基地，去认识他们。老师好，董事长好，谢谢老师，老师好 ，OK， 好，欢迎。五五达前睡美人，柴可夫斯基什么时候？2017年初，制作团队特别企划四集的《公视艺文大道外景特辑》，即将在4月播出，敬请期待。